Facebook 你们去 follow Wong Wai Lin 跟 YouTube channel 是 Wong Wai Lin 92 channel YouTube，然后记得按赞订阅，在我的 user 42个人subscribe了，还有8个，如果再按赞订阅的话，我们会送给你们特别的礼物，送到你们的家，然后你们给我们地址 good， 然后按赞订阅哦，拜拜，我现在要去煮饭给你们看，那就是宜饼，它是一条是我切成酱一片一片，然后这个是 mini hot dog， 我切成酱4条，然后这个是鸡蛋跟鸟蛋，然后这个就是 mushroom and chicken ham， 这个就是虾2个，然后这个是一般的豆腐，日本豆腐，然后一粒那个 potato。然后这边2粒，mushroom。然后这边有3粒咖喱跟1粒小葱。然后这个 chicken， 腌过了的 chicken。然后这个是 rocket vegetable，rocket 菜。然后这个就是白菜饭。你们是不是很特别好奇我今天煮什么菜、什么饭今天？然后在家你们也可以煮很简单的菜，很简单的就是炒饭，那个特别炒饭就是，然后是 Wong Wai Lin 92 channel 自己 homemade 家常饭，然后。也下午、晚上、早上也可以吃，在外面也可以打包吃，但是自己做更加美好、更加 yummy、更加美味，健康大家，嘛。首先，我要放油。出来，放咖喱下去，咖喱，然后就放小火，然后就放 mushroom 下去。小葱下去，然后就放这个 potato 下去炒，然后炒，你们要放那个 potato 先，因为那个 potato 硬，跟那个 mushroom 也是硬，所以要先炒先。然后就放这个鱼饼下去。你们喜欢吃鱼饼吗？然后放这个 mini hot dog 下去，里面炒。然后就放这个一般的日本豆腐下去。慢慢放，因为它嫩不很软。这个是汤，然后开出水先，给那个水有滚上来那个泡泡先，现在等住它。然后这个汤已经有那个泡泡了上来了，然后放这个腌过了的鸡根下去。然后我要放这个饭进去里面炒，
然后我要放这个 ham 下去一起炒，放旁边。然后就放这个 sesame oil 下去，加香，然后转一个圈。然后放一点白油跟胡椒粉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然后放那个鲜泥生醋一点点，然后就这个汤我会放这个白菜下去，还有我会放这个虾下去，这个炒饭，这个饭已经好了，大家你们看很美是吗？啊，你们跟住我的步骤 YYD92 channel YouTube， 这个是汤跟白菜，等下我会放那个鸡菜，然后放一粒咸蛋下去汤里面，现在我要放那个罗盖菜下去这个汤里面。所以你刚才罗盖跳舞吗？啊，对了，你们可以吃，然后你们有吃这个罗盖菜过吗？这个很特别的这个菜，就罢了。然后它的好处哦，很好的这个菜。然后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。YouTube One Writing 92 Channel。 今天这么做这样简单的美食呢，今天我煮这么简单的特别炒饭，为什么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老公他叫我煮特别的炒饭给他吃，然后还有我做一个也是特别的简单的汤，然后你们可以去试试看，然后不要，我们没有放阿基摩多，是 nature 的材料 100%， 然后外面就不知道啦，然后你们要按赞订阅跟住我的每一个不同的影片的话，会有更加多影片给你们看，你们就按赞订阅我的 YouTube YYD92 channel。 然后还有那个 Lucky Door 啊，现在是12个人，如果50个人的话，我们会给你们特别的礼物，还有神秘的礼物送到你们家门口，然后你们给我们地址，爱你们哦。这个是我的主角 Brownie， 他很 cute， 很 handsome，Brownie。Brownie， 这个就是 Brownie， 他很 cute， 很帅，拜拜。